咱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真欢喜咱今仔日吼，真侪初级班上了，过来上高级班吼、哦。那么大家辛苦吼，爱个拼三工两暝吼。那么我今仔要讲的主题是台湾主权地位的探。那么今仔日资料，大部分就是我这八当归来吼。八当外来吼，对咱林志坚秘书长，听伊演讲，看伊个册内底。那么，这个册拢秘书长写的吼。第一本是美国君主占领下台湾，台美关系关键报告。这两本，第一本敢那绝版啊，第二本可能还有一点哈。那么。台湾最终地位第一册甲第二册，啊，包括台湾新台湾论。那么新台湾论，咱头拄啊秘书长有讲，这真正是咱的台湾地位法律的这个圣经同款，吼、哦，这本你一定爱买。三五时啊，有问题搁查来显显的，吼、哦，那对了无清楚的，搁甲看一遍。你每一遍看，一定有新的发现，吼、哦。那么台湾跟美国关系足密切的，是安怎事事行行，敢那拢美国伫后壁咧下指导棋，就是咱跟伊关系有君主占领的关系吼，咱台湾被美国占领吼。好，那么过来咱的网站、咱的官网吼，包括台湾海外版，有时啊我来报一寡咱台湾民间的代志啊，啊加《自由时报》电子报，我有只内底资料。哦，收集起来，啊，来做一个简报，来跟各位分享哈、啊。那么，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就是高滨地区马卡道族的后裔，啊，那上过初级班的拢知影哈、啊。马卡道族过去较少人咧讲，哈、啊。那么，我的姓潘，我的姓苏姓。那么过去，我读初中、读高中，教官就拢要招我加入迄个国民党。哎，侬迄阵对国民党，人家拢全中国人较济，哎，拢占较悬的职务，吼、哦，一寡主管级的拢因咧做，啊，副主管较咱台湾人，所以我对国民党有真大的问号，我一直拢不爱加入。包括我做兵的时候，副团长也要招我加入，我也不爱、哦啊。所以好康的无通啊轮到我。哦，照讲你若讲落部队，啊要送一挂新的人要去驾训队也好，还是要去通信队，啊这若去受训三个月，回来就升做下士，啊薪水就会当。我迄阵我会记我。一边的是领300块，啊，你来下去训练三个月回来，啊，这你若要予伊训练，一定已经有加入民迄、那个国民党的人，较有可能，甲你送你去受训。好康的，无通啊轮到只党外了对。啊，所以包括我退伍了，那么为着要了解国民党，伊讲自称讲，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打赢日本。嘿，我一直想无呢。迄当时的日本进口入来台湾的物件，做了足精致、足耐用。啊，中华民国家己号称伊是战胜国，啊，但系中华民国所生产的物件，改成无日本遐好。我咧伫要想办法，讲要来日本看卖，看迄战败国。是啥物情形？啊，迄阵要出国，迄阵无开放观光，外汇管制。你要离开台湾要出国，有三个条件哈，三个管道。第一就是你考到外国的学校做留学生。第二就是讲你足有才调、足有才能的，你和外国公司甲你聘请，要去外国公司上班。哦，哎呀，
第三呢，做尊员，一颗相尊哦。啊，那么我咧做兵时，我有三个同事，就拢讲，咱来替我吼，咱来考尊员。迄阵考着爱去受训四个月哈、哦。啊，结果替我了煞，干阿我考入，啊我去受训。那么我伫高雄接船，我迄阵接阳明海运。那么阳明海运伊的前身叫做啥呢？招商局。啊，迄阵蒋介石国共内战战败了，逃亡来台湾。迄阵有一部分的船啊，招商局的船啊，对伊来台湾。那么大部分拢要留伫中国迄边。那么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了，吼、哦，迄阵蒋介石代表又踢出联合国，换毛泽东的代表入面，结果毛泽东迄边的政权向全世界宣告，那敌国国，然后看到招商局中华民国招商局的船啊，伊拢要甲扣啊，刊登去中国，所以蒋介石这边惊到。赶紧改公司名，所有招商局的迄个本来烟囱顶管拢写招商局多少字，拢糊掉，改做阳明海运。好、哦，即卖阳明海运就是较早招商局改来。好、哦，啊，阮迄阵受阮四哥捷讯抽签，我所以抽到国轮啦，就是阳明海运啦。迄阵阮大家拢嘛按照讲哪一点抽到外国船的公司福利好，待遇好。叫我派阮十几个去抽到阳明海运，啊，我袂瘾去报道啊，去跟公司讲啊，我要转外籍轮的对吧？那么内底一个经理私下来跟我讲，潘姐，阮阳明海运啊，福利伫一般来讲吼，我那袂歹，而且我拢走日本、美国线，啊，这两个所在吼，较先进的所在。而且每差不多两个月或三个月就回来台湾一次，啊，你若接外国船出去两年后回来，你两年回来，你两年无看到家己的徐大人，吼、哦，啊，伫你的朋友拢无看到，安尼有个人挡袂牢，甚至会算委婉期的无到满两年，就家己要开钱买飞机票回来，啊，你还佫赔钱创啥物？我要想想毛样呢吼。那每两三个月当回来台湾看四大人一届，也袂歹。我讲我那好也无继续做。结果我伫高雄接船去到日本，迄阵的代办神户吼、哦，我跟他去到日本落日本，踏到日本的土地，开始看日本的建设，因的设备，甲因的工作人员咧做代志，迄个精神，真正日本精神，大家看到拢足清气、足新鲜的安尼。那时候台湾到处是违章建筑，日本时代咱台湾无违章建筑呢，是迄中国难民来了开始，伫咱个铁路吼，纵贯铁路沿线才开始一直弄，因为迄阵日本人有留伫较宽的空间，若要扩建要做铁路电车啊啥个，有遐空间，叫中国人来了，满世界呐看迄个所在无，敢那无人个，就占嘛呢，对吧？啊！就大违建起来呢，违建是中国人来，1949年来开始大量产生。甲即卖你看，台北市号称因中华民国的吼、哦、首都、首善之区，违建安尼，起的违建你拆拢袂有，你拆一千件违建，还1500件继续咧产生。啊！是人啊，这个违章建筑就是因中国官员要收红包的。你若送红包，违建无代志，有人有些那个去关说拢无要紧，好。那么我以前我拢支持东华的，好，迄阵我伫台北上班，吼嘛做个去听东华人士的演讲，好，迄阵黄信介因小弟啊，黄天福，吼啊林嘉诚迄阵嘛，咧拢咧做工了对吧？遐教授，吼。那么我嘛
东华时代迄阵，美丽岛杂志社成立，哦，迄阵我就开始拢买美丽岛杂志，好、哦，第一册、第二册我还有留起来。迄阵拢咧看东华的册，我变敢那作天生的反对党的反、啊，所以美丽岛伊个政团，伊个气势，敢那像一个政党安尼起来的时候，开始国民党惊着。因为第二代台湾精英，第一代二十八事件了，台三万几个台死啊！即马第二代精英，台湾人个开始葡萄。蒋经国如果要想伊较早要掠只台湾精英讲啊，佮利用一个美丽岛事件，佮要甲只精英佮斩掉了。所以美丽岛事件发生了，美国甲蒋经国当局讲。这些人你要好好搞审判，你袂使甲杀，袂使阁像二八事件安尼杀人，所以唔靠美丽岛大神哦，阁是实况转播安尼，哦，迄是咧蒋经国咧演互美国人看，其实这些人咧来阁甲伊关起来，啊，所以美丽岛事件甲咱台湾政府掠去关，结果因的厝拢引爆出来选立法委员。拢高票当选，你咱台湾人迄阵开始有觉醒，所以民进党的精神就是等于美丽岛，吼、哦，即个主要一挂干部吼、哦、来组立起来呢，吼、哦，包括即个辩护的律师啦、哦。那么我民进党一个成立，我就随加入了，但是迄阵还阁风声鹤唳吼，迄、哦那个白色恐怖的一面作动，啊，我今仔。要袂惊咯，要咧抱个。我的朋友拢甲我讲，判你痟个。你唔惊迄个国民党甲你掠去关，啊掠去枪杀。你是准备无惊要嫁人质？哦，迄阵个恐怖个阴影作动个。但是我迄阵都想，啊，咱迄个中国人只国民党招待遐久啊，啊，咱却无多凝聚一个力量吼，即利用政党个力量，台湾人合作。来赢得国民党，你若要靠个人，无可能，吼、哦。所以我来质疑加入民进党。啊，所以阵管区的警察不时嘛来阮家门，迄阵啊开始有讲民进党要过来，台北要抗议，要游行创哪？管区的不时来找我，看者啊，你有要去台北无？讲我还在考虑啊，无爱甲讲要去唔去安尼。但是真可惜，民进党。到徐明德、甲柯信良做党主席，这两个我足失望的。以前黄信介、信介先生吼，我足佩服的。这个人牺牲家己，党无钱，伊个咧卖厝、卖土地安尼，和党部吼，落去会当维持开销安尼，会当运作。为着台湾，伊怎啊出钱出力，吼、哦，这我足尊重。但是出这两个考试，一个考这两个是咩呢？一个讲要大胆西进，好无？啊，一个要啉好一个咖啡，要金马撤军哦。我就听了都做袂下，做袂爽的，吼、哦。所以就开始为对这两个党主席失望，开始准疏远民进党。啊，说有魂无体，通好哇！啊，结果无外久。所以有一个新的政党成立，哦，叫做建国党。这是什么人成立？就是迄较早台大迄个医学院教授李正元，吼、哦，李正元。伊推动废除刑法100条，吼、哦。那么这个人真有号召力，人格者，所以说号召的这党员，拢最近不离管，拢是医师。教书哈，拢、哦、教授啊，好、哦、建筑师啦啊，工程师拢师资辈，最终不了管。结果民进党惊着，好、哦，我阵直直听到有这个党吼，个、哦、目标明确，我迄阵独派，好、哦，伊连独立建国迄独立也无讲，直接讲建国党，目标非常明确，所以我就听安尼，我就直接来甲加入啊。结果民进党惊着，
讲哦，啊，这拢水准遮悬，啊，我民进党拢较草根性诶，啊，拢装整千套啊，较济吼。所以，伊阵甲渗透，用一千名诶党员渗透入去建国党，建国党招都开始招无啥人嘛，因为水准拢较悬嘛，吼。结果，民进党甲渗透入去了。无偌久，讲要去定改选干部，一个干部定选的，拢从民进党渗透入去遐人，规个质变。所以建国党本来声势足好，一两年后，民进党咧欢的，入去渗透咧欢的时，就无啥物作为，就一直练一练，准定去瓦解，曲高和寡呢。所以我一个。我这魂唔代表讲我对他揣无好哇，所以我准去拼我家己的经济吼。无疑我讲2006年七月，我去咧甲阮爸爸摕高血压的药啊吼，慢迁吼，啊伫病院咧等救号码时，看报纸，有一个小方块，啊，都有咱的，有一个美国寄来的，有一个台湾吼。哦，就记得哈。哦，我本来唔知影呢。我本来哈，我每一工要去屏东，为高雄要去屏东上班，我拢爱行高雄市的中正地下道。啊，迄阵咧做捷运，2006年咧做捷运，乌遐过，煞崩去，所以我唔好多行遐，准行顶关。啊，我就看到这支机啊，插伫五号一路一号。插十几支伫个大楼楼卡啊！我想讲，哦，啊，这美国总公司在台湾开分公司的款直销公司，美国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我一定是安尼想。啊，当我去甲阮爸爸提啊，你看报纸看了，靠，这个机啊，啊，看一个广告，哦，有啥物频道哈？迄、那个。电台频道啊，每一工呢，10点到12点，咱林志升秘书长伫遐主持，伊就是参加高雄市的市长选举啦。我就好好奇啊，这应该政治性，我轮来听看嘛。讲的我去听个下呢。伊讲顶晚讲，迄礼拜拜六吼、哦、7点半，伫个武庙洪文市场要演讲。啊，苏南城啊，是演讲者之啊。苏南城，我迄阵对印象也袂歹吼，甲台南市治理也袂歹。所以迄礼拜拜六我落去听，迄阵就拢咧分一支旗啊，我举一支。啊，苏南城讲头前吼，讲也袂歹。伫咱秘书长去咧讲，吼，佫较精彩。伊迄个气势，拄啊，含2000年陈水扁咧选总统，吼，你望中华民国总统共气势。哦，我听了有够欢喜的。我本来最正的已经冷去啊，微刚听了毕主任演讲了，我就安尼烧39度，甲真也袂退烧，哎，烧袂退安尼啦。所以我对到即马八年外吼，到今年七月到30，等于着9年啊，吼。好，那么咱来过来。回复正复习一下台湾的主权的现况哈。咱是伫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打，啊，来代替盟军占领台湾哈。但是1949年年底哈，十二月迄阵，中华民国国共内战。建书、哦、大败退，迄届头拄啊，这个是合法来台湾，这个是武装的难民非法入侵台湾。一般难民若要去逃亡到人的国家接受保护，绝对无武装，绝对伫边界就用缴械啊，缴械了你才会当入来。啊，若无你武器你炸你继续去跟占领军去战嘛，所以，
1949年的迄个是武装难民入来咱台湾，吼，真正派刀派枪入来，派武器入来，吼。啊，咱阵台湾人无多堪伊抵抗着啦，因为伫1949年的，嘛1945年的10月25号，台湾典礼迄阵，咱日本军、台湾军的武器拢有中华民国军甲收缴去啊，所以咱无多抵抗。好，啊，恁来看，这是2013年吼。八月，叙利亚难民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所起的这个难民营，这是联合国替伊起的哈，叫啥 ？UN 联合国救难总署所替遐难民起的。啊，你来看，拢搭天道呢，帐篷呢，足简陋的。但是流亡中华民国遐难民，1949年来第一批咱就起乌鸦厝好大，几处啊落样，哦，尖厝顶的乌鸦厝。但差不多30年后，迄阵李登辉在做总统啊，吼，哇！迄阵建村改建，咱阁起第二届好大哦，迄届就起大楼啊，阁起啊足水的。好来，咱来看全世界上水的难民营，上豪华难民，伫北高两市。好来，你来看，伫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边啊，这个建国南北的高架桥，这边是。大安森林公园，到尾20000平的公园，这边去建村改建，哈、哦。大安森林公园较早就是国际学社，哈、哦，迄阵啊拍篮球，拢国际比赛，拢伫遐，哈、哦。啊，你看，啊，迄阵边啊就是拢给出来这个难民营。那么，差不多30年后，改建哇，起大楼，起啊遮水了大。台北的算精华地区呢，哈。那么在遮阳国贸社区，这个后边就是国贸社区，啊，这个跟他前锋，跟他，我袂记什么国仔啊，哈，叫他登记。这里是翠华路，哈，因为有几万平的草原的，人家囡仔耍。啊，这较早嘛，乌鸦厝、旧厝盖卡掉去。佫起大楼好大，啊！你讲像，因拢家己自称讲，因是农民，荣誉的迄个军人哈，叫做农民。这个因敢若大个理直气壮，讲因阮来，因为阮来保卫台湾，才不会被解放军解放，才不会被解放军血洗台湾。我那有够衰呢。啊！因讲因徛的兵足辛苦的。啊！你若像咱的时代人，像阮爸爸妈妈，伊在做田布稻啊，挂来切啊，拍啊打打，送去给因这些中国人的这些人吃。啊！阮家己厝爱家己起呢，家己买暗门土、买砖啊、买铁皮啊，家己来请工人来起。啊！你若像北面因咧徛的兵，阮爸爸咧布稻啊咧。叫切糕因剁，互因食。我若卖甲只切糕交伊，我看恁只中国兵，你要来食啥？三工无食饭，你就软脚，你看要哪徛的兵？迄阵伊甲咱当作二等、三等的台湾人，吼、哦。啊，因因为是第一等的，所以拢爱食白米，啊，阮就拢爱食番薯签，吼、哦。要食白饭饼干嘞，要食白饭，都爱阮妈妈后头厝阮。阮外公，也是阮阿姑、阿姨来，较有可能。啊，但是迄阵煮白饭嘛，是煮伫表面一圆白饭。啊，人客来拢嘛，白饭得互人客食。等阮后壁去食，都拢嘛，佫剩番薯签。老几个啊，白米吼，吼、哦，迄几粒白米特别香，吼、哦。我番薯签食足济啊，包括连阮爸爸嘛。我敢若5、6年前，我有摕着新的聘证，我煮的番薯烤饭。我首先讲爸爸，我煮番薯烤饭，互你食好无？好嘛白吼，迄阵就番薯签食足济呀，番薯食足济啊，食甲惊着，甲迄阵了咧惊。但我迄阵知影讲，我这个聘证好吼，我若煮，我咧底饭好食是，我下2、3箍番薯烤下来底，哎呀妈，食着，嗯，佫袂歹食呢。欢喜家己讲要种啊，欢喜家己食甲欢喜。
我讲即摆番薯即摆改良较少，因为较早吼，咱番薯拢无啥物下药啊，拢旧糖拢臭香去嘛，所以厝内都歹食。好，过来咱来看2022年12月24日，咱毕竟控美案，华府的联邦法院，迄阵咱上惊。华府的联邦地方法院，甲咱收件，咱秘书长就讲啊，咱赢一半，咱过了对啊，因为伊肯甲咱收件，代表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既然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管辖权都拢有啊。好，啊，所以因甲咱判五项吼，啊，这咱初级班的上应该拢有上过啦吼，这。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照讲这判了吼，台湾爱大地动，你知？但国民党做起来，封锁消息，封锁到台湾人拢全唔知，哈。一万人看有五个知影无？哎，第二个判讲咱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即卖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伊干有差不多22个小国家，是国民党政府用钱去买收的。甲承认的政府，所以全世界大部分拢无承认吼，哎嘛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吼，啊，本土台湾人活伫政治联合当中，咱必须要讲吼，即摆咱也搁咧参加流氓中华民国的国级的选举吼，昨天我应该有讲过，啊，帝国咧选帝王，含咱日本的吼，一般拢讲日本教嘛吼，含咱高国有啥物关系？那么咱现在还在美国军事占领中，好。那么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宣言跟它的位阶，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你来记好，好。第一个就是1895年4月10日日本跟大清帝国签的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好，这是国际条约，好，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所签的。第二个国际条约，这两个不离重要，这决定咱台湾人的将来，吼、哦，真重要一个国际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这嘛是国际条约，而且这是51个国家去开会，哦，48个国家有签署，相当的国会有通过。过来台北合约，这个台北合约也母约是旧金山合约，是也母约。那么旧金山和平条成立吓生效迄天，是伫美国政府强烈主导甲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你爱跟流氓走来伫中华，走来伫台北的这个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这个，爱去跟伊签，所以伫台北签一个叫做台北合约。好，那么但是日华合约伫1972年9月29日，因为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准跟中华民国断交，煞来失效啊。台北合约又称日华合约啦，哈、哦，就是、日本跟中华民国签的。好，过来，这个位阶愈来愈低。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哦，啊，这个断交了。美国赶紧，因个参众院在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哈、哦，美国台湾关系法。好，你注意看，这三个拢要搁是国际条约，但是这个失效呀，这两个到今还搁有效，哈、哦。那么，美国台湾关系法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唔是国际法，唔是国家甲国家签的，是美国，好、哦，伊家己参众院伫。因咧定立的是无招咱台湾人做去定立无，哈、哦。好，过来上无地位的位阶上低的，1943年10月25日开罗宣言，啊，这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哈、哦。那么迄当时就是罗斯福总统，啊、哦，伊知影讲，因咧情报系统知影讲，蒋经国嘛，迄、那个蒋介石。由咱的日本皇军沿海隆重甲占领，国民党军撤退的，由于蒋介石走去秘鲁
四川的重庆这个雾都，伊比底下，等于规个沿海这新闻拢有一半的江山有咱的日本皇军给占领，所以伊知影讲，伊占袂赢日本皇军，所以武叔啊派伊的密使去看日本的，伫中国的这总司令，准备要密谈，吼、哦，总共要和谈，讲啊好啦。啊，原来要互你占面吼，迄一半江山你占面就好你个，啊，咱卖阁怕，啊，剩个就互我来管理，吼安尼。啊，这个情报报去到罗斯福总统，罗斯福阵想一步，就是招你讲啊，我甲你升职吼，我甲你称呼叫做你蒋介石，原来是世界五大强国的领袖之一吼，中美英法苏，这算四大迄东西讲。五大强国本来无中国嘛，干那四个呢？四大强国啊，我给你升到六呢。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啊，我请你来埃及的开罗来开会，哈、哦。中国人吼，做爱民主的啊。哦，我是原来世界五大强国的领袖，我、哦、真爽。过来，中国人嘛爱钱，我搁给你美金，好、哦，给你钱，搁给你武器，好、哦，给你粮草，你继续。抗日的对吧？因为迄阵咱的日本皇军有百几万，已经入去伫中国，吼、哦，甲占领迄个沿海这新闻。啊，这对美国来讲，伊若无用这个策略，然后伊若中日和谈成功，日本军队皇军若撤退一半，然后五六十万出来过台湾、过菲律宾，安尼美国若要反攻，要打日本，哦，美军来死足侪人。所以罗斯福赶紧设套、这套，给你名声，给你钱，给你物资，啊、哦，给你穿武器。哦，蒋介石宋家带因某宋美龄今仔落去开会，好、哦、啊。所以，但是迄、那个丘吉尔反对，尤其佫一个条件讲，你若继续抗日，咱若甲日本打败，将来甲台湾佫骗我，佫骗我你中国。这嘛是一个诱饵，好、哦，所以蒋介石欢喜松假，但是迄阵呢，斯大林跟他听了讲，蒋介石这个臭头也要来开哦，斯大林连出席都不爱。那么丘吉尔开了新闻公报，也不爱签字，所以到尾个公报无签字，好、哦，迄是一个新闻公报呢，好、哦，无什么法律的这个强制的约束力，哈、哦。啊！这为着你来看，马英九上来提开罗宣言，根本这就是开罗谎言嘛！哦，啊，无人签字，啊，有人想，啊，那无人签字有效无啊？那伊的欧美因同款有效，因为哪？欧美人因较讲究诚信，讲出来就尊位啊。那么日本来关台湾五十冬。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就是去学欧美的精神，哈、哦，诚信的精神。啊，讲到诚信，就跟欧美的基督教的圣经做有关的。你看奥巴马就职演说，拢所按那个圣经，就抓讲要依照圣经的教训来管国家呢。所以，因对诚信足重啊。所以，你这个人伫美国，你若无诚信，就是无信用。那么你若无信用，你要做美国的社会徛起，作歹徛起的，吼、哦，大家看你无起，吼、哦，你若无信用，大家就看你无起，唔爱跟你做朋友，因为你无够人格，吼、哦。所以美国人、欧美的人，无咧卖选票，你卖选票等于卖家己的人格，这欧美的人无多想象，真啊，台湾人会当把家己的票卖掉，五百块、一千块。你的人格敢敢那价值五百块、一千块，哦，这才足可怜啊！这拿以欧美的眼光来看，哦，恁真的是有够落后的，有够落后的民主国家了，这称不上民主了，哈、哦。好，所以上重要是这两个国际条约，尤其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确实咱来西西蒙台湾的监督，现在靠这条来改，哈、哦，来改救台湾。那么台湾主权，咱来做一个分帖哈，叫做
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丧失国家交战权，而且不得主动履行防卫台湾之义务。这条就是讲，限制日本袂再阁发动战争，因为过去日本军太勇了，美国原来跟日本军修战，战一了呢，惊着。过来，咱来看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同意下得以被动履行其国防方面之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的法源依据。这个美日安保条约是美国伫美国的同意之下可以被动履行，就是美国呢要来防卫台湾，美日安保条，比如台湾受到阿强阿咧攻打还是美国一定先。启动防卫机制，那么一般美国是要求讲啊，你台湾伫台湾这部队，你起码无嘛搞动两礼拜，好，互我美军来调动部队，啊，日本开始做后勤补给的动作，好，美军做主力部队，安尼，啊，日本军他来做防卫，好，侧面防卫，安尼，那安尼。日本的这样被动的，在美国的同意之下，可以在国防方面有主权义务，就是嘛要防卫台湾。好，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但是管理权哈，地上管辖权暂时需要美国来管。美国哥委托蒋介石哈来管了呢哈。好，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正是日本对台湾。尚保有主权义务的具体的证据哈，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体系所讲的周边有事，就是台湾有代志，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那么日本有代志，等于美国有代志，因为美日安保条约就是互相协防，无论你美国向攻打，还是日本向攻打，美日安保条约就启动共同防卫这个机制哈。好，在咱来做小结中，为顶管家所看，咱会当讲，台湾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简称美占哈。但是委托中华民国流亡的代理管理哈。好，过来，咱过来继续看，美军占领台湾呢，有啥物法律的依据甲迹象啊？这。初级班我有讲一半，哈，而且后边还继续讲。因为你若去外口，你若讲台湾了，佫有美国军事占领，伊拢讲啊，你咧笑诶，我拢无看到美军。啊，咱这一寡迹象，你会当讲我听，互因了解。哦哟，莫怪是安怎态，啥物代志拢美国伫后边咧指指点点，叫咱做啥，这会当做，迄袂当做，逐项拢美国咧管。好，连要加入。今嘛，习近平咧推动的这个亚投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哇。那么亚投行，你甲翻作台，迄个闽南语啦吼。啊，投行，嘿，亚投行吼。美国也咧甲你动，卖伊叫出纰漏是吧？美国无加入亚投行，日本无加入亚投行，卖因去伫最后一天偷偷摸摸安尼，用传真咧传用国台办，甲申请讲要加入亚投行，看会当变做创始会员，有够含慢咧，把台湾做小了，把中华民国做小了。你要加入，你唔正正当当直接向因的这个主办单位办，那会透过国台办，敢那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咧管的，爱经过因的国台办，国台办是足低层的一个单位啦。好，来，咱来看 AIT 内部新起的这个新冠，咱来看哈，占地要两万平，哈，开钱开到要62亿个，这全世界美国开大使馆开上侪钱的一间，好，那么上大间呢？最快是伊拉克的美国大使馆，因为伊拉克你知影，因回教
基本教育派哈，因算拢做用个汽车炸弹去攻打美国的单位，哈，无论军方的还是大使馆的。所以美国要伫伊拉克要起大使馆，腹地可足宽，有分外围区、中围区甲内围因个建筑群。啊，要入去这个从内底，伊个路条啊开弯弯翘翘，何里无法度直线加速直接冲入去。啊、所以看是解决，但是开钱无像台湾这间开遐侪钱，好、哦。那么内部内底建材全部拢为美国进口入来，好、哦。因为呐，过去美国伫这个莫斯科，哈、哦，苏联的莫斯科起大使馆，建材用当地的，工人也用当地的，哇，内底砖啊角内底吼，拢装窃听器。所以起好了，美国发现讲哇惨啊，袂用得，一挂机密资料拢流出去，内底咧讲什么话拢用录去，所以尾啊拢卡掉电器，换为美国规个原装进口，连工人啊为美国请去。那么咧起 AIT 的时，敢若外口的篱笆吼围墙，是台湾的工人咧起哈。迄较无重要哈，啊！这现场只，美国咧起的是拢看磅布，无后你看伊内底咧变啥棒了对吧？你起什么？迄个精密的，你装什么精密的设备哈？啊！这一个完成图的鸟瞰图哈，好。好，那么伊的周期是99年加99年，这是迄阵。阿扁啊，咧做台北市长的时候就租诶，迄阵甲咧福尔摩沙基金会租，吼、哦，好，完成了将来会进驻差不多800名的海军陆战队，吼、哦，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这根本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啊，这就是呐，美国当时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王。因为牵两粒原子弹了，天皇惊着讲：“哦，啊，咱美国牵正这两粒遮厉害，牵落拢死10几万安尼吼。啊，美国唔知影佫偌济粒呢？啊，若拢搞我杀来牵我大和民族就倒啊呢，就死了呀，会灭族去啊。所以观音导航，我向导航，美国无遐个兵啊，通去占呢，遐尼个所在，因为包括台湾，包括南太平洋遐国家。”所以唔靠委托占州，委托蒋介石就近来替接管台湾。啊，无想到讲国共内战了，国民党走路，啊，迄阵的共产主义对外扩张，所以迄阵开始围堵政策啊。杜鲁门总统用那个围堵政策，就安尼一连再连，应该照讲台湾是要美国拍败，咱甘愿要一流的美国拍败，因咱无要。中国打败啊！咱日本军皇军跟中国军相战，咱是占赢，吼、哦！咱甲伊一半江山拢甲占领个，啊，唔是咱赢吗？咱正手跟中国军拍咱赢，倒手跟美国拍咱拍输，啊，因为因是同盟国，所以两个完全啊，肯定咱台湾讲中国军也说伊也算赢，伊说变战胜国，还有。我拢甲笑讲，中国军是打败仗的战胜国，哦，哎呀，你讲打败仗的战胜国，哦，你也记。那么这个 AIT 的新馆根本是一个总督府的架势，哈、哦，美国应该伫建楼，伊就要直接亲身入来占领，因为咱台湾是许一流的美国拍败，唔是许三流的中国军拍败。阵啊，美国人入来做。你白总统府就是迄阵的总督府，伊会派陆军还是海军派差不多中将迄级的来做新的总督。那么即马这是已经办差不多70冬啊，因为咱1945年到即马拄啊咱建白70冬啊。啊，这内底根本是一个东亚防卫通讯电站的指挥中心，因为作者将来。台湾这个地位吼，
拄啊，敢那一支剑拄伫阿公个心脏有无？你主要看中国个地图，迄膨起拄啊，像巴肚，啊，咱台湾拄啊伫个心脏呀。咱台湾嘛，迄个麦克阿瑟讲是不成的航空母舰，所以这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美国无可能把台湾放咧华阿公啊退去，哈，无可能。将来包括琉球，包括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包括乐山新的乐山的雷达，迄上新的普鲁爪雷达，迄、那个上新的普鲁爪雷达，全世界敢若五座尔，吼、哦。咱台湾就一座，你看台湾有重要无？英国嘛有一座，吼、哦。那么伊这辐射射出的征收范围要3000公里，征收去到内蒙古，包括北韩，迄、那个金正恩伊咧试射大浦东飞弹，迄座雷达站拢收会着。即个电站的资讯拢会当链接来到这个电站中心，吼、哦。啊，看迄个夏威夷啦，迄、那个。美国太平洋总部，还是琉球的，好、哦，加上那空军基地，弄个这样连线，哈、哦，好。过来，咱来看黄玉信的公投。阿扁在2004年1月16日宣布黄玉信公投，而且有人讲叫做公投榜大选哇。那么公投内容，首先要让美国看过，先啊，唔免让英国还是法国看，都要让美国看。表示美国是咱的头家。迄当时，美国会当讲三令五申，讲你台湾、你中华民国袂使办公道。嘿啊，咱台湾人包括阿扁也都不服的，嗯啊，恁美国教阮台湾爱实施民主、吼、哦、法治，啊恁美国毋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吗？啊恁家己拢咧办公道，安奈阮袂使。开始袂使，咱台湾人头壳无清楚，因为咱60-70年来受国民党的教育，内底拢对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本色，咱已经我讲2300万，其中有差不多300万个当作纯的中国人，2000万的台湾人，其中1000万，迄个家家拢中国思想，伊认同伊原来是中国人，所以你若安尼，因是1300万，啊咱是1000万。你卡安怎算，他不拢爱输赢，哦，那一对一安尼来算，咱台湾人拢算输。所以美国人足清楚，讲恁台湾人读个无清楚，你即马讲道理吼，你若讲统独公路道理到底，咱输哈。但阿扁嘛足巧啊，哦，伊甲你创一个防御性公路，嗯啊，我要买武器，我要来发展防卫武性的武器，要来保卫台湾。啊，敢袂使？啊，这文件送了美国，人头壳懵了就找无理由反对。欸，我要顾家己，煞袂使。我武装家己，我无，啊，免做啥歹代志，吼。所以美国找无理由甲反对，所以有华边也办这个公投，吼，公投榜大选。但是中华民国国民党透过各种关系来阻碍这个。防御性公投，所以这个公投无通过哈。好，过来，咱来看台湾若发生什么灾难，美军会来驰援。好，咱来看2009年8月7日莫拉克风灾，麦克迄阵通令各驻外使馆不接受外国救援，伊讲钱来的话人免来，你看这人我爱钱，但是这个人有够袂见笑，爱钱佮讲伊足清廉。你看，你注意看麦英九，伊咧甲恁骗的是，伊咧讲话有够先困的，工作先困的谎话，吼、哦、有无？我、哦、这实在有够厉害，这真正中国人吼、哦，美国人做无法连啊。中国人伫美国那犯罪抓到，你要甲问叫伊录口供，啊要甲做测谎，袂准。因3000几年来，因中国人就是拢咧骗，为细汉骗到大汉，想办法要甲你落底啊钱骗来我的落底啊。所以因讲白贼，自细汉讲到大汉吼，讲到安尼作顺呢，脸不红气不喘，所以迄字字夹着吼，切落
标拢袂调，足稳定的，所以测谎测不准。中国人，所以曼谷你看伊咧讲白山啊，讲甲足自然，讲甲足生意的，我你感觉你无感觉伊咧甲你骗。所以唔该，2008年，咱的选书输两，假定两输两百万票，都大部分拢要骗你嘛。后来有较侪角听啊，嘛要输八十万票，吼、哦，小英甲伊算，你好厉害吼、哦，伊咧骗输人厉害。啊，咱即几年各位，马英九主政了，恁过了好无？好，亚洲我看麦，无吼、哦。啊，过了歹，亚洲我看麦。同样拢转卖较济吼，啊，即有原因吼。我来讲一个故事。伫美国咧开这个显微手术的国际研讨会啊，显微手术就拢会经常来拢做油的个咧接的个，神经咧接神经线这款啊。啊，那么下晡时啊，喝下午茶时间啊，三个医师伫走廊遐咧开讲，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台湾的。啊！日本的医生就臭屁讲，阮二十年前吼，伫个地下铁有一个五岁囡仔跋落轨道，哎呦，捷运车手高高拢脆骨骨，阮用显微手术甲刀刀断的吼。十年后，伊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第一名，啊，表示接了足好个吼。啊，你往美国迄种，嗯，阮十年前我嘛有一个十岁囡仔吼，车祸。他到一个灯的了，要截肢，我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起哩，结果参加奥运十年后二十岁参加奥运比赛嘛得冠军，哦，哎嘛接了足好个吼，嗯，那么通看台湾这边那臭屁，台湾这讲，嗯，阮二十年前，阮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车弄一个头壳破的，迄脑汁拢喷出去，阮用低压脑。甲移植里面，即卖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啊、你知无？啊，真那低脑啊，用低脑咧治国，吼、哦。不过咱要治理个台湾外国企业，吼、哦。啊，对咱即几年吼、哦，大家痛苦吼、哦，薪水倒退十，敢那十三年吼、哦。哦，所以大家，哦，啊，伊看伊即款人。有够无常识个，用电脑咧想，讲鹿茸就是鹿啊，健康猫，有无？有影？莫怪对伊讲无唔对啦，所以莫怪伊吼，即马唔是用电脑咧治国，即马用猫咧治国，伊即马叫一个行政院长叫做毛治国，有无？用猫咧治国，安尼啊，吼、哦，好。好，你看伊讲钱来得啊，人免来。伊有意思要予中国的解放军借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但呢，美国嘛毋是省油的灯，美国有派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呐，所以知影这个消息，就通报美国国防部，吼、哦，所以国防部吼，随、哦、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好吧？还有啊，为迄个琉球。美国空军基地 C-13 栋的立式型运输机，再一挂防水布啊、哦，一挂建材，要来灾区，要搭这个，要灾那个灾民避难的，一挂防水的布料哈。你都上惊漏水嘛，所以防水材料足重要哈、哦。啊，这水灾呢，迄阵呢，赛夫人机是美国查某哟，八张。美国的背章，记者咧翕的是怎样比？哎、欸，我是美军来的，哎、欸，你甲想，那是美军来救灾，因为美国若要去外国共救灾，美国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啊，吼、哦，啊，即若一般载无人机就拢载民航机，吼、哦，747、737这些民航机载一挂物资、一挂救难器材，那是军机来。那也是军舰来，吼、哦，超级装马这直升机吼，吊挂这个怪兽啦、鹿头机，要去这个纳马夏有无？小林村遐救灾，那也是军方，那也不是救美国救难总署，
哦，原来咱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啊，既然是军事占领，就是军方咧处理，所以是美国国防部下令，甲中华民国讲，我美国国防部要去恁台湾救灾，那么恁个就咱单位扛不来对国，我是国防部，美国扛不来，美国国防部是对国单位，唔是美国就任总署哈。为啥你就一定？你若朋友咧讲的是伊讲，哪有美军军事占领的？你会使讲这款例，因为军机袂使随便入去人的领空领海。好、哦，你记好两年前，敢那土耳其的一个战斗机，敢那疑似可能侵入叙利亚领空咧，都有叙利亚防空飞弹给射落来。哦，你看这领空这。你若无人同意，你甲入侵飞弹就射起来，吼、哦。好，那么为只会当印证美国也阁是旧金山和平来和平大学内底二十三条伊所讲啊，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权国，你注意看，有一个主要，那么一定有一个次要。中华民国就是次要占领全国，吼、哦。伫主要占领全国的授权之下。次要占领全国来代替美国占领台湾，好，好，好，过来。我这头拄仔讲的，军机侵，你若黑白侵入领空，就是用下载落来，哈，好。但是你看，头拄仔咱咧看，叫咱遐个军舰也好，直升机，啊，是 C-130 运输机入来，咱拄仔秘书长讲啊，唔免经过中华民国的这个。防空这个识别单位哈，免个申请哈，因为这块土地是我美国占的，我只是委托你代替我管理，你是管理员呀，头家是我美国，所以头家要回来，随时拢会这样，哦，免个申请，唔免你的航管单位来核准哈。好，阿咱来看，2012年5月20日，迄个波美国军机佫再次降落。在台北相当机顶，那么这是那个驱逐机哈，737-400改行政专机，原来是美国空军的哈。OK， 那么这个是来在在迄阵的众议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叫做罗斯雷廷呐，懂了？率领一个国会议员来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登基大典。台湾治理当局局长啊，在美国的眼中看，你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呢，不是什么总统啊。那么你也想讲，迄天的典礼是迄早起10点，啊，因下晡才来，敢若咱咧娶新妇，啊，咱请中昼的，啊，人客下暗才来，迄什么代表啥意思？美国家马英九看作细汉的嘛。啊！你都细汉的呢，我都派一个代表来艺术艺术的好啊，吼、哦。好，那么日本2011年3月日本核灾，美国伫3月18日撤侨来台湾，吼、哦。迄阵阿强啊，吼，上台先撤侨，啊，中国人上惊死，伊上台先撤侨。法国嘛撤侨，等于欧洲本土啊，一部分撤退去南韩。那么现在美国。3月18日撤侨来台湾，那也无撤去因的夏威夷，还是伊的属地关岛。好、哦，你看因，你注意看 AIT 美国在台协会，因伫前一天迄边要撤侨，前一天就宣布，所有伫台湾的要办理美国签证，好、哦，迄阵阿袂电子签啦哈，拢停止，因为我 AIT 的人拢要来。桃园国际机场设海关，我家己要验阮美国头家，即主人拢要来的，即证件要甲安排因伫台湾咧大，即签证。所以你注意看，现在无撤退关岛啊，消息，美方禁止台湾机场，而且自设海关，家己设海关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好、哦，无多甲管。
你假讲你咱若要去别个国家，咱一定爱伫，比如咱若要去加拿大，咱就爱去加拿大的美那个加拿大驻台北办事处，去甲申请加拿大签证，摕着迄个签证，你甲摕护照，会当去到加拿大的这个海关。严讲哦，你伫台湾，阮加拿大办事处领事馆有办这个物件，有签证好好了你。那无是无到这边加拿大，吼、哦，同款啊。那么如果你中华民国有台湾的主权，所有的外国人买入来台湾，拢爱经过你中华民国海关，啊，那会无？那会美国人买入来，美国人家己设海关，这点你就知影讲，原来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台湾的主权暂时是由美国底呢，底下伫美国手里，但这所有权证顶管的名还佫日本天皇，就讲我讲，我若甲你租一块土地，你租好我迄天开始，并无所有权证，你嘛是要你的名，吼、哦，只是你租我迄段时间，你放弃的地上权，吼、哦，我要种啥物件，我的自由，时间到。你若不爱做，我你去收等，好，所以无配合。好，那么海关是一个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流氓政府的海关，拄到握有啊，你注意握有，不是拥有。美国握有台湾的主权，不是拥有，是日本天皇拥有台湾主权。好，流氓的政府海关拄到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对不对？所以应该靠边站。好，这等于讲，咱做者主人，美国主人，随时要回来台湾，你来个动作讲，伊美国五十个州，另外五十间别种，另外有一间伫台湾，伊要随时要回来。哦，看门狗无权管主人嘛，哈、哦。咱若转来到咱岛，是毋是？咱锁匙夹咧，特别开门要入去啊，对不？咱敢着搁锁匙夹咧，讲问咱的过口迄、那个，咱饲的只狗讲，狗狗啊，我要入去，敢会使？免问嘛，哈、哦。因为咱是头家啊，所以美国你看，伊家己要转来台湾，拢家己咧，美国自己说了算，哈、哦。好。过来，咱来看2010年10月29日，美国的空中的加油机 KC-135 哈，降落松山机场，这个雷波，这只是有够肥、有够大只的哈，空中加油机这作动的。那么记者去个问美国在台协会，谁那恁美国派这只军用的空中加油机来松山机场，是要创啥？AIT 的官员甲回答讲，无啦，阮内底一个官员，伊的红眼吼，囡仔破病，我们用这只，甲载去日本治疗了，对啊，骗笑的。咱若讲囡仔真正发生紧急的情况破病，咱卡119，一定是四只救护车来呢，无可能载一只游览车来甲你载呐。这是刚才讲像讲这意思。啊、一个红影，咱台湾的医术吼、哦，长庚也好，荣总、呆呆、小儿科嘛，那要第一呢，那有啥物话？台湾无法度处理的，都还佫派个遮大只送去日本。其实这个内幕就讲，迄当时美国要重返亚洲，啊，要重返亚洲。啊！是台湾万一呐，阿强啊要来打台湾，美国要有事实嘛要准备啊，有一挂紧急的这个重装备要运入来，爱先试看松山的军用机场，迄、那个炮弹会砍入的。哦，松山是军民两用的哈、哦。那么这家就是要来试松山机场的炮弹有够用无？飞行机遐重安尼落来，规迄、那个跑道会闭离。会破的呗，哈、哦！啊，动外远，即台遮重的车，无人机动会掉。而且美国调工
咱飞人机咧起飞，是毋是爱逆风起飞？要降落嘛，就爱逆风降落，因为逆风的时落来刹车较短。你若顺风落去，你该煞去弄扁，弄迄个拦截锁。所以咧掠这个参数，就是最坏的状况，顺风的状况，我落来挡会掉未？过来，我起飞，美国怎啊落来了？要起飞要走的时，伊嘛是顺风起飞，伊嘛是咧切工我接档，啊，吹偌大缸的油料，伫偌远了飞去哩。这参数的将来C-13栋力士型运输机，那边在重装备中坦克，吼、哦，还是啥物设备咧入来时，会肯定安尼起飞降落，吼、哦，这是这个。正讲个内幕，唔是讲要站一个红影啦，吼。好，过来，台湾关系法，吼，美国所涉个美国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美之六，吼，甲四规定，维持美国个领域，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个行动。这条真侪台湾人拢认为。哦，美国台湾关系法就是靠这条来保护台湾，所以美国台湾关系法非常重要，未使废止。想尽办法就是要要求美国不要修改台湾关系法任何一字。这真侪台湾人拢有独派安尼洗脑去，好，好，啊，这条就是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啊、你注意看，1996年台海危机，就李登辉含迄个白明仁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以前拢国民大会代表咧代替咱的选总统，迄个开放每一个有公民权吼，满20岁拢会使投票。啊、你要注意看，这是美国主要占领全国，靠权力甲义务，哦，来依照台湾关系法来订立台湾关系法，哈、哦，好。那么1996年台海危机，哈、哦，美国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入台湾，啊，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依据台湾关系法偷渡一条，有权来派兵来保护台湾。迄个1996年，就是进行。李登辉受这个克林顿邀请哈，去美国的伊个康奈尔伊个母校去遐演讲，好无？啊，伊迄阵李登辉拢咧讲两国论，就是等于中国甲台湾是两个国家，就是讲两国论。啊，这第踩到美国红线，马家阿强啊受气，讲。等于两个中国啊！在伫李登辉咧讲中华民国一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变两国啊。美国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政策嘛？哈、啊，美国承认合法代表中国人的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啊，这个政府。那么，迄阵阿强啊，划定。基隆港外海，甲高雄港外海有一个区域禁航，伊要带去社会团，啊，这危害台湾的经济命脉哈，命脉。因为台湾粮食32%，咱家己生产，剩的68%，爱靠国外进口，因为咱台湾人食食变啊。无拢拢食白米啊，所以做者小麦吼、面粉，还是大豆、玉米爱进口的吧。如果伊若甲这两个港口封锁，咱的一挂 IT 产业哦，做个电脑、手机啊，无多外销出去，无多赚外汇，台湾的经济一个崩，民心一浮动，台湾会乱起来。所以这对封锁这两个港口，对台湾。这个心理的压力，台湾人的压力真大。你那房子，咱差不多6个月、半年的战备粮的储存，
半年的战备粮食了，啊，咱粮食自己百分之三十，等于三分之一尔。本来咱一天吃三顿，即马叫你一天吃一顿，哇！咱台湾人有诶战未掉，我着抢粮食，我着南北大战啦，吼！因为粮仓拢伫中南部、中北部，较无粮食啦，吼！所以迄个阿强咧气下飞弹，美国克林顿总统我呐紧张，伊惊擦枪走火，所以观音派伊个第七舰队，这个尼米兹号的这个航空母舰，甲一只独立号两只，再来过台湾吼，这是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守卫吼。啊，你注意看，好嘞，这个。比如说塞一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代表什么意思？给你警告，说你较差不多了，我美国武装已经出动了。如果美国出了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什么意思？要跟你相信，没关系，要打来试看看。阿强是1996年要做两架的，没什么技术，没什么好的武器，家己无人机、战斗机都做袂好，拢爱甲苏联买，哈、哦。所以阿强啊惊着，救伊，伊无想到讲美国总统竟然会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保护台湾，哈、哦。好，过来，美国是一个中将人，哈、哦。台湾伫你当局的总统，无论是两蒋啊，李登辉啊，是阿扁啊，卖去。拢爱看美国的目色，哈、哦！美国对台湾当局，对总统的台湾迄个中华民国李鸿忠咯，拢说三道四，哦，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我、哦、咱来看两千年阿扁啊，第一个选总统5月20日，阿扁啊就一个演讲，哦，我那时候我只独排爽噶，讲终于咱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啊，但迄阵无想讲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我嘛想讲，迄嘛是咱台湾人的总统，台湾总统，这错误的认知啦。迄阵拢也未实在咱秘书长。啊，你啊想，我即阵大家独排欢喜咧，准备看电视实况转播，要听阿扁啊，就职第一个台湾人，正港的本土台湾人，是，唔是国民党的党员去做中华民国的总统，阿扁来听看伊讲啥，哇！一个听了阿扁也讲四不一没有，阮遐拢倒向遐，有够失望。因为全世界无一个总统安尼就职演说，讲我起来，我这不爱做，这不爱做，遐不爱做，遐拢不爱做。阿无是选你要创啥？人外国总统选着去，你嘛欢喜个？哦，我若起来，我着要互咱台湾人幸福快乐，吼、哦！大家年收入拢大家拢爸爸，互你像水叔安尼，吼、哦！这个不是啊，去你跟你讲四不一没有，啊，这就是因为迄个美国操控指导，你得来讲这讲这安尼，你搞答应我，吼、哦，你来讲这搞保证，干呐？你讲这替美国人保证讲，我得这我袂做这袂做这安尼，不踩美国的红线，这等于用美国设下的红线的对，你爱搞伫就职演说，伫专台湾的名头。头前搞公家出来，啊，咱来看到底是没有是啥？吼、哦，第一，无要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两国论不露馅；哈、哦，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无要变更国歌；第五，无会统一纲领、国统会问题。啊，你来看，不不不不，哦。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啊！有够失望的，咱这独白有够失望的，吼、哦！无采期待遐大，吼、哦！啊，这好不容易台湾人选起你做中华民国一个总统，去你要讲话，得各方限制东限制西，啊，你就知影讲头家什么人？头家唔是即马在做这个总统，台湾伫你当局这个局长，唔是。是美国较是美利后壁个头家，吼、哦，伊敢那咧人报第一人啊，吼、哦，人台湾人
人七十栋啊，嘛应该有够啊啦。哦，台湾人迄种糟蹋，好、哦，好，好，过来来看，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好、哦，以前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流亡中华民国。1979年1月7日，美国含流亡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哈、哦。美国国会制定台湾管理法来代替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哦，因为进前这个中华民国是由一般命令来的，那么后边制定的台湾管理法，伊的本质就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哈、哦，一、那个授权书。有这个授权书，唔卡会当继续，和台湾伫咧当局继续管台湾，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啊，咱来了解美国。因所有的对外的作为，第一考虑就是因美国人本身的利益，先来照顾好。第二靠照顾了你地方的，啊，比如咱台湾这个阵地的。所以你若要跟美国合作，你一定要照顾着美国的利益，哈、哦。好。那么，跟中华民国断交了。改称台湾治理当局啊，袂使阁称中华民国，因为已经无这个物件，美国已经无承认中华民国，所以干来讲讲台湾治理当局，简称台湾，台湾。你若听到美国人咧讲台湾，台湾，遐官员咧讲台湾，就是咧讲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唔是中华民国哈、哦。那么流亡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继续统治台湾，啊，你会记？虽然你定位但水平拢是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但是伊咧做的总统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哈、哦，唔是台湾人的总统，哈、哦，你会记，唔是台湾国的总统，哦、你会记。过来2008年年初，哈、哦，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啊邀请马英九，迄阵马英九选到阿袂就任，哈、哦。阿扁也嘛阿袂落来，那么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的这个处长杨淑丽，跟美军的官员已经坐云豹装甲车，入去恒山指挥所观察。恒山指挥所是中华民国军队的要塞吼，要塞指挥所，吼、哦，非常重要。啊，你甲想？这重要的军事的政经并推，这是极机密的，那会使让外国的官员，包括美军，你去看，啊，这是什么泄露国家的主要很重要的机密？但是我开始讲，其实这个吼，不是观察，应该是视察，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我美军派。美军的军官来视察恁中华民国军队咧政经并推，推了有好势无？啊，伊来下指导棋来甲你视察，应该是视察，唔是观察啦。啊、哦，好。那么由美国下令多销中华民国国会的各种的军事武器。啊，咱来看，你看2012年四号因的汉光28号演习。你注意看，较早中华民国这个战车、军车头前拢一定有大国翼，车轮牌的国翼。啊，那拢无呀，但是依稀可见，拢糊掉去，但是依稀可见。啊、哦，嗯，这边敢那较清楚呢吼。好、哦，我那我这边的啊，无敢那腰会转着。哦，你看这拢较清楚哈、哦。好，同款，这拢依稀可见。包括这些直升机加码有一个，好、哦啊，那么你也想，现在也有美国下令来涂销，这是咱秘书长甲美国建过，好、哦，因为美国国务院甲你有讲，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来咱来看，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啊、你来看。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个回教迄基本教义，伫当地
招人入来加入伊个开打组织哇，啊来向美国用这个恐怖组织战哇，啊所以有美国家讲伊是恐怖组织。好，啊你甲中华民国斗去，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佮你美国袂好伊个。中华民国伫台湾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哇都阿爸爸。所以秘书长甲美国奥巴马警告，你阁叫阮去做兵，我甲伊告。啊，你阁卖恐怖组织的武器给伊。哦，美国煞惊着了，所以下令叫中华民国头拄啊遐个迄落武器拢爱付掉，好吧？无人机顶悬遐拢爱付掉。好来，过来咱来看，阿边啊下令进前嘛，刺杀飞弹。引起美国关切，哈、哦，这2011年哈，也周刊报道，前总统陈水扁伫罗林进前一两个月，下令刺杀一粒个中程个飞弹，遂引起美国关切。美国一个官员遂马上来到台湾国防部查证，哦，其实这是我照记者所写，这袂使写台湾哈、哦，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个国防部哈。哦迄阵前国防部长叫做蔡明宪，美方对台湾刺杀飞弹足关切的哈。美国的驻深的官员隔一礼拜来到蔡明宪的办公室，问伊有刺杀飞弹无？蔡明宪回答讲：有啦，阮有刺杀，还袂正式生产。当时蔡明宪这个国防部长还佫甲美国保证讲：咱台湾的飞弹，敢若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哇，这是。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卫，是吧？啊，你开遐侪钱研究一套这个飞弹，哈、哦，这中程飞弹。啊，你敢那讲，这做矛盾呢？你家一个长矛抹甲来金丝子尖尖，无我这白好看呢。安尼就开遐侪钱要创啥？哈、哦，好，过来。除了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这个应该讲中华民国了哈。那么管制内容，你最爱看第一，飞弹的射程；第二个，核子武器研发；第三，战争时阵军事指挥权。我来你注意看，啊，这三个你甲加起来，上面变成啥？以前1945年，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是吧？即马迄个战后，迄个美国甲拆做三地，韩国独立出嚟，啊，佮分做南北韩。日本敢若剩迄四大岛，台湾甲即马还佮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吼、哦。好，啊，你即马看，咱台湾咧发射迄个发展中程飞弹。头拄仔你看，就迄个美国出来咧打卡，哇，就咧关东关西啊。那么韩国嘛同款，韩国迄当时美国敢若稳准伊做300公里的飞弹。那么天安舰吼，韩国有只天安舰事件发生了，甲延黄岛这个炮击事件了，美国。温准韩国，你的飞弹会当做到800公里，但是你若800公里迄个飞弹，你敢会当到300公里的弹头？啊，你若做500公里会较近呢，你会当到较大粒，到500公斤的弹头，哦，有安尼限制安尼啊。所以韩国嘛受限制。好，核武研制，啊，你注意看，啊，只拄好。这三个所在拢有法度做核子弹。1982年，蒋经国伊进前拢讲讲对全世界宣布，因未发展核子武器，但是输啊！伫中科院、伫清华大学这个拢有设核子弹的这个核研所。
啊，已经电脑模拟啊成功啊，而且有炸一粒原型，要去用专机飞，要飞去南非。迄阵咱因中华民国要跟南非有邦交，要去南非试爆。美国的特工情报人员就伫这些专机电源可能甲装定时炸弹，所以伫阿未飞到南非，伫空中就崩呀。而且是1982年，内底有一个中科院的这个科研所的副所长哦，张建义哈，伊就是迄阵去美国读册留学的时候，就去美国的 CIA 甲吸收做特工啊哈，然后继续回来伫台湾，啊入去中科院的科研所做副所长，收集。蒋介石咧秘密研发核子武器，这资料收集好些了。伫美国的掩护之下，甲带出去美国，甲保护起来。然后一礼拜后，美国随看联合国的这个一挂监控核子吼的检查小组飞来台湾，甲中科院、甲清华大学遐什么核子反应炉。也遐仪器设备拢拆掉，把反应炉暗度封起来。美国哪会当做这個动作？就是这块土地，我美国咧管的，你住伫内底咧搞发展什么核子武器？哦，那不是伊管的，伊就唔敢。你看北韩咧发展核子武器，美国敢不敢去甲拆？敢不敢去甲用暗度封？伊人嘛咧发展核子武器，伊敢有去咧甲封？嘛无啊。所以，如果若毋是咱要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哪有可能大主大的，货币来封就要来封，货币来拆就要来拆。吼、哦，过来，战争时阵的军事机指挥权，韩国本来伫2012年，吼、哦，以前平常时无战争，美韩联军是韩国。指挥官的指挥部队。那么，那战争的时阵，那南北韩战争，都话美军的指挥官出来领导部队来指挥作战。那么，因本来有协商，伫2014年，去年，美国特别讲战争的时阵呢，指挥权要交转来给韩国军。哇，无想到讲2012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有啊！即韩国军舰用炸弹去，所以韩国军随个甲美国要求讲延期，吼、哦、展延这个军事指挥权。伫战争的时阵，专登啊，我韩国军的指挥官，因为伊也是认为讲，也是美国你来领导较适当、较有效率，吼、哦，战术也较好，吼、哦。你看战争的指挥官嘛。美国咧看，哈、哦。那么中华民国呢？因美国有一个想定，就是讲，那万一中华民国空军空优输去啊，海优也无去啊，啊，中华解放军准备要登陆台湾作战啊。美国的想定就是讲，啊，你规日你中华民国国军哦，为西海岸海岸线。往内侧进攻，撤退10公里，来这进攻，我美国来得啊！安尼哦，我美国要轰炸，要炸这登陆的这阿强啊吼，这解放军，较袂误击啦，较袂误伤恁中华民国，啊，包括恁台湾人啊，哦安尼，好，而且你就知影讲，美国拢有各自想定，哦，啊，我伫初级班嘛讲。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裁撤，要裁撤，剩指挥部。啊，无司令部，什么人要发号施令？就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直接发号施令，和指挥部。好、哦、，OK。啊，这里战争的时阵，这个指挥权哈、啊。好，现在阿强啊，刚刚拍金门，好、
诶，古林头，伊这个金门这个古林头战役，先来拍输。啊，过去国共内战，嚯、哦，毛泽东的这个解放军安尼势如破竹安尼，无偌久安尼吼，就甲中国规个江山拢占领，甲迄阵的国民党军，迄阵拢有美式装备，拍甲安尼败逃走来台湾，拍输走赢，吼、哦。啊！迄个要来拍金门妈祖啊，拍、哦、金门哈。迄阵诶，解放军诶指挥官吼、哦，叫叶飞吼。伊就讲，啊，若伊过去诶经验吼、哦，啊，要摕金门做方便啊。因为过去我若发一声讲，我要摕迄个都市，国民党军主动着先绕跑啊，哦，着唱空城计啊。啊，所以赶快伊集一寡渔船啊，吼、哦。准备万船齐发，要来拍金门。按怎讲话呐？像咧桌顶泥甘水铁个，唔知迄阵蒋介石已经看破国民党军较早黄埔军校遮无路用啊。因为迄当时黄埔军校，真正伊咧讲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这较重要呢。因为黄埔军校就是苏联出钱提供训练遐武器设立的。蒋介石伫遐做校长，周恩来伫遐做教务长，所训练的无论是解放军的军官，还是国民党军的军官，拢共迄间学校毕业。所以因即卖黄埔军校等于中国，吼、哦，都把酒言欢，讲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你有影？哦，好啊，所以你国民党军咧变啥物把戏？你有啥物策略、战略？嗯，较早。所教的教官教的拢差不多，你咧变啥物我拢知，所以要拍。蒋介石讲，我若阁继续用黄埔军校佚佗，我一定输，我会阁走路，可能爱走去南苏，还是绿岛。啊，但是蒋介石讲，唔，蒋介石伊知影讲，伊较早留任，知影日本军正港做啊小战，所以去派密使特使去日本去找迄、那个。迄当时伫东北关东军咧，跟毛泽东遐个迄个土八路咧小战，拢战赢。有一个将军叫做根本伯中将，请伊包括伊遐较早遐幕僚吼，做伙偷渡入来台湾。那么偷渡入来了，换名拢换中国名。改做林本源将军了哈，中华民国军装变装做中华民国国军，啊，开设迄个那是战争学院，咧教遮军官，而且去到金门，吼，换伊咧做参谋，咧拟定作战计划。迄阵郝柏村就是伊学生，所以郝柏村即卖有够袂见笑，吼。讲到古林头战役，安尼吼，雄赳赳，气昂昂。伊无想讲，伊迄阵是干呐做一个排长啊、连长呢，接受林本源根本伯将军的指挥啊。而且迄阵孙立人将军伫建老就随来台湾，哦，迄孙立人是西点军校的，伊是常胜将军，这个较是正港的常胜将军。其他的中国军、中华民国国民党军咧讲因常胜将军。诶，胡说八道，袂见笑。因那长征将军特别一直提，一直摆来到台湾，对不对？这逻辑你安尼想应该知影嘛？哦，啊，所以指挥官换人。那么孙立人伫洪山基地训练咱台湾军，台湾人开始要征兵去遐做兵，是吧？台湾人要有日本精神。台湾人对这个失败唔惊，伊唔捌失败过，所以袂惊。但是国民党军伊也走路到台湾，一直咧失败，所以讲了要小点，讲啊，我包括一定个败啊，爱个走啊，准备要个走路啊。但是迄阵为孙立人为南部调咱台湾军去金门，去古林头遐守咧。根本伯将军开始布阵，
讲来，你现在咱拨一寡淡薄的兵力，好解放军起来，解放军起来，咱今下下面拍一下，紧道跑，掀开一个走道，叫做口袋战术，掀开，互因按解放军的口诀，啊，过去就是我若讲要来摕这块，因拢先道跑，啊，迄照正常，好，大军拢一直起来，一直起来，一直起来了。跟文部长下令，佮后壁一挂快艇，再出去外口，把遐渔船啊放位烧掉，吼，用烧鱼弹佮烧掉。啊，解放军拢一直起来，你拢放位去吧。佮开始包围战术，佮歼灭。所以迄个指挥官话人，台湾兵咧战，遐老啊拢秘伫个山洞内底，拢皮皮抓，讲包死啊！当即只用包围，有人万船齐发来啊，无地好走啊，剩一个小队要走队啊。佫走了威海去啊！无想到讲咱台湾军遮勇，有迄日本的剑道武术道的精神，拼剑甲死的对啊！所以保卫台湾是咱台湾军真厉害哈！保卫台湾嘛是美国第七舰队，因为迄阵的运补拢是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你维护这个，不要阿强啊拍过来，好、哦。啊，毛泽东读到那清楚，伊知影讲袂使拍美国的军舰，拍了美国就是等于跟美国宣战。毛泽东迄阵无能力跟世界最大的强国、君主大国休战，所以下令解放军的军队拢袂使向第七舰队开炮。啊，也拍。阿公啊，第一个吃败仗就是金门，哈、哦，所以金门船，金门船那修改过来，阿公啊，就干那用炮灰弹，哈、哦，八二三炮弹有无？拍到尾啊，吼，啊，攻袂落来，拍到尾啊，讲啊，无规矩，单打双不打，你全世界上好笑的哈，会、哦、单打双不打，啊，遐、那個、炮弹吼，尾啊，拄啊，金门做金门菜都做有名，哈、哦。啊，这是国共内战，吼、哦，因为金门、马祖还阁是中国的领土，唔是日本的领土。啊，咱台湾军煞硬要蒋介石甲派去遐修建，替因中国人甲金门收落来，吼、哦。所以咱唔免，咱爱上少少取人来讲，保卫台湾，包括金门。干嘛做？是咱台湾军收落来，啊，那无哦，蒋介石可能爱流亡去菲律宾，哈、哦。那么是安那阿强啊，干那敢拍金门马祖，唔敢拍台湾甲平哦。因为你拍台湾甲拍金门马祖是国共内战，那拍了台湾甲平哦，就变国际战争啊。因为这是日本国，哇，歹势啊，我超过四分钟啊。明仔再继续发行广告，这样哈，多谢各位，谢谢。